尿尿。条歌吼，自古以来，盘古开天以来，是，你想啦，拢是查甫，你是聊天顶哟，盘古开天你就出事啊你啊，无啦，拢是于大哥迄查甫咧跪的，对啊，阿妈看过周英啊跪啊，吼，哎，恁敢有想要看周英啊跪看卖啊？有啊，你看，恁就是叫伊个个表啦，是咧有啥啊？是多一个查甫要跪，指定你跪啦，指定我跪啦。唔好啦，唔好，哎，我裙穿煞短，我跪落去，因大家袂说你甲大家跪落咧，唔好啦。啊，那是裙底跪落吼，观众朋友唔只要看，你讲对不对？你看，你看，对对对对，你是啦，小查甫，小妹，你上个大波头，啊，你这样皮咧像我，你长这又无钱还上，你敢叫你做嘛跪哦哈？我你讲，你做嘛穿起来裙底，我是几尾虫，你要生出来你敢知啦哈？你叫我跪，你做嘛无叫你跪？我叫你跪。啊，跪呀！哎呀，来，嗯。安怎啦？哎，人个电视于大哥，哪样个派落吼？就跪落安尼。啊，你到即马阁唔跪哈？你还不是于大哥啊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大家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？跪啊！你做嘛？就真正有影都唔相信啊！不受教，你不受教，教都教教会死趟啊！你做嘛？叫你跪，你歪跪。是我真正有影。谢谢你吼，谢谢你对你的贡献，你早起来。什么鬼好？我讲哦，哈。你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大声吧！哎呀啊啊！杨斌姐，杨斌姐，这样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很好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我得到你的真传吗？有，很有气势，很有气势。但是我跟你讲哈，要跪下的话哈，还要再有一点力一点，还要有力量，要丹田哦，要丹田哦，跪拢啊！哎呦，真的。你好像按了一个什么按钮呢？我们怎么那么自动？要修哦。丢哦。但是你们跪的也很整齐，很好。